那么时下有些年轻人呢，在找工作的时候，常常要求工作要轻松，待遇要优厚。那么如果有额外增加的工作，或者是加班，那么即使呢是有加班费，也是做得心不甘情不愿。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一个现代人该如何建立正确健康的职业道德呢？如果说是把这个职业当成是一张饭碗，一张饭票，是换取啊生活费，换取啊金钱，换取地位，这种观念是不健康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些东西啊而工作的话呢，那会失望的时间蛮多的。当自己的金钱呢求的不够多，或者是自己的地位啊升的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升级，或者是呢也得不到啊这个他人或者是啊上级的鼓励嘉奖，或者是呢肯定或赞叹，或者是呢自己觉得钱已经够了，生活已经差不多了，而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发财也发不了财了，我现在饭也够吃了，衣服也差不多也够穿了，房子也有得住了，人家做好一点我做差一点，人家穿好一点我穿差一点，那吃现在差不多的人都吃的差不多东西，因此呢你叫我工作我不想工作了，这个我尽量是不要工作，你加班我也不要加，我只要休息休息，这个能够啊少做一点工作尽量的少做一点工作。所以说现在养成很多的人呢、提前退休，我看到好多人呢年纪啊只有三四十岁，年纪不大只有四十来岁呀、他就退休了，就要过退休生活了。为什么？他们可能从十几岁啊二十岁就在工作了20年到25年了、他这个只有四十来岁他就可以退休了，他拿着退休金做什么呢？可以啊养老了。你叫他在家做什么工作，他什么工作也不想做了。为什么？他已经满足了，再去工作没有意思，要想他发大财发不了，要想地位升不起来，那就这样就好了嘛。所以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要他怎么办也没有办法。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讲啊，工作不是为了仅仅生活的费用，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工作并不是为了要希望得到人家的赞叹嘉奖肯定，工作就是工作，这工作就是我的生命的责任，要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这工作的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权利，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价值。否则的话你活在世界上跟毛毛虫一样，这个就不是一个人了。人呢一定要有他的意义存在的，他的意义就是要有他的努力奉献的一种精神。所以呢我常常鼓励许多的这个中年以后的在家居士们呢，如果你已经呢生活没有困难了，你要把你的多余的时间来做
各种各样啊公益慈善社会福利事业的义工，你把你的时间拿着去做义工，你做了义工啊，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自己心理也健康了，你觉得心里的非常的愉快，因为你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不是为了求的什么，什么也不求，只是我的为了奉献而来做义工，做完以后啊非常欢喜，哎，因为我没有求什么，不为什么而做了工作，做了工作我帮了很多人啊的忙，很多人因为我做义工啊，人家得到了利益，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帮助。那么现在我往下再讲，我们呢正在就义中的人，正在啊你的们岗位上工作的人，不管他升迁，不管他是不是啊你的薪水啊有没有啊增加调整，而你就是为了啊服务我们这个社会，为了奉献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为了自己的身心的健康来工作，这一份薪水呢，这个是啊是得到的一部分的回馈，而我们的奉献呢不能够以薪水呀的多寡来作为啊衡量的，我们自己知道我的工作的奉献呢不仅仅是以这几块钱作为啊一个小时的工资啊来代价的，作为代价的，而我只是啊奉献，而只是拿到了这些工资的回馈呢，这个表示人家对我的感谢，人家对我的回馈，而我目的是为了奉献，为了服务。如果以这种心态来从事于你的任何一项工作啊，你都会全力以赴，你都会全心以赴，你都会啊很乐意的欢喜的来把你能够做的工作都做得很好。阿弥陀佛。